前罗志祥主持新节目化身史上最崩溃的铲屎官，要照顾小朋友军团阿拉蕾、苏菲、汪涵哲、金格乐和叶子玲之间擦出的火花也让观众笑得前俯后仰。不过女友郑容清却没有发觉节目已经开播了，在电视台转台还是在网络搜索都找不到播出的频道，很是着急。看着网络上数张截图纷纷被上传，让他也忍不住心急，最后郑容清只好使出大绝招，转发一篇哇哇哇哇 All the way up艾特郑容清，这个糖我吃。周周新节目你有看吗？微博并不是礼貌的以你好开头，接着就直接切入正题询问，这节目现在能看啦？询问在哪里可以看到？谢谢。最后还不忘配上可爱的表情符号，十分可爱，许多粉丝赶紧抢答，让郑容清去看罗志祥的可爱模样。而在节目中，男友罗志祥还穿着他品牌的衣服，引得网友评论，重点是不是衣服？郑容清则赶紧否认，不是哦，我这衣服好像都卖完了，重点是这个节目，并且担任当起最强贤内助宣传男友的新节目。